亲爱的，嗯，你说我对你好不好？还行吧。什么叫还行吧？咱们俩刚恋爱两个月的时候，你被狗咬了，住院了，是我在你身边照顾你的不？是。咱们俩恋爱五个月的时候，你被车撞了，腿骨折了，三个多月才完全康复，是我在你身边照顾你的不？嗯，是。咱们俩恋爱一周年的时候，你非得说出去吃点饭庆祝一下。咱们俩刚走到饭店楼下，有人高空抛物把你脑袋给着了，那个人被判刑了，你脑袋缝了十多针，是我在你身边照顾你的不？是。那经历了这么多，你就没总结出来点什么吗？总结出来了。总结出来什么了？你他妈挺磕我呀你。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